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熊美食频道，我是大熊哥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菠萝，今天我们特意去水果市场里面啊，买了一个大菠萝。现在是生产菠萝的季节啊，菠萝非常便宜，这么大一个菠萝啊，才5块多钱，不到6块钱啊。因为菠萝啊，非常的脆，非常的甜，我们一家人呢都非常喜欢吃。那么很多人喜欢吃，但是又不懂得怎么去给这个菠萝削皮。那么我们今天用科学的方法来教大家怎样给这个菠萝削皮。我们现在开始。首先我们把这个菠萝的屁股给切掉，然后握住这个头，把这个表面的厚皮给切掉。去好皮之后啊，我们拿出这个神器，在某宝上面买的6块钱啊，和这个菠萝差不多一样的价钱。我们来试一下看怎么用啊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强迫症患者的福音啊，越抓越上瘾啊。这个洞洞全部搞定了。把切好的菠萝放到盐水里面泡个10来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好了，这样一个非常科学的切菠萝小妙招，你学会了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，我一定会回复你的。